最好玩的时刻来了。没错，哎，又要得罪人了。哇，哦，这边闪电狼打 DCG 呢，闪电狼这样唰唰 ，DCG 的那个 logo 就是一个叉叉嘛，哇，叉叉，哇哇哇，带走，带走，哇，闪电狼4-0，哦，搞定，这感觉有点太主观意识了，完全不客观了。你说每次线下赛到最后镜头都没有 tag 他们，对，事不过四，事不过四，对对，重新第一波事不过四 ，DCG 会先赢2分，但是闪电觉得不行，我一定会拿回来，直接再追回3分，然后 DCG 再拿最后再拿最后一分，哇塞，3-3最后一刻，我在这紧张的时刻，亚洲绿客又站出来了，又出手了，又出手了，4-3拿下最后一分，哇，全场欢，我已经听到欢呼声了，这个剧本完全写好了，完全写好了，就照你的剧本走，就照我的剧本走了，没有问题，我倒一倒。就等着看我的剧本。白夜哥在最终的决赛，出手每一把团战给他开起来，一开五疯狂开。哇，那个古墓又再度出手了。那这边，哇，不好意思，永远电狼都是4-3，默默的结局。结局，哇，这是另外一个结局。哇，又跪倒在冠军赛前。这是一个多元宇宙，哇，不同的结局。看，只能说这个不知道哪个世界线呢、啊。